来来来，今朝呢跟着我的脚步，带侬到一个老秘密的景点去看一看。外头呢是大马路，里头呢走进了一块，哇，别有洞天哦！不晓得镜头前头的侬到搿搭来过伐？搿搭呢是位于台北市大同区，阿里搭呢先卖只关子，大家跟我的脚步进来看一看。和外面喧嚣的商业街不同的是，这里多一分闹市中的宁静。建筑呢介高，上头呢住了一些人家，下头呢一楼呢开了一些店面。虽然呢今朝是礼拜天，但是呢因为搿搭地方晓得的人勿多，所以呢并没啥人辣海逛。搿间店呢有的卖辣椒酱、优格、酒酿、酸笋。看影片的伙伴们有没有猜到搿搭是阿里呢？看过来看过来，搿人奇怪伐？走路的辰光也戴着安全帽，带㑚看一看，为啥道理呢？我也勿晓得。提示大家哦，搿搭呢是已经有的超过100多年的地方哦。猜到了吧？是哪里的呢？我也想去上海话，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关注微信，拜拜。